老板，你的车子要怎么？关你屁事啊！哎呦，整个都掉下来了，螺丝也掉了。原来改车都是用 X X 改的，你们懂不懂？要手工改车好不好？老板，你的车子要怎么？关你屁事啊！车子太低了。哎呦，整个都掉下来了，螺丝也掉了。这次不是我的，我开的是小牛。不是我的。你昨天去跑山了？好像可以，像可以，这样是可以，可是开快一点，它就噔噔噔噔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一直。原来改车都是用胶带改的，你们懂不懂？要手工改车好不好？所以总共花了多少钱？这样胶带30块，包含车子，我觉得700多哎，700-800万加几捆胶带。关你屁事啊！没有，车子太低了。哎呦，整个都掉下来了，螺丝也掉了。这次不是我用的，我开的是小牛。这样是可以，可是开快一点，它就噔噔噔噔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一直。原来改车都是用胶带改的，你们懂不懂？要手工改车好不好？700-800万加几捆胶带。